好，我们现在来测试语言程度，就是如果五分钟以内呢，你们都没有动。好，我们以离开床垫为标准，如果没有离开床垫，我没有强迫你们，也没有限制你们哦，所以你们可以自由的走动。如果五分钟以内你们没有离开床垫的话，最后得可以获得肉干一块。噔噔噔，实测开始。Thank you.
听到袋子的声音，移动了就没有了，从全部都走了，快点哦，不准移动，不能移动，看到袋子的声音全部跳起来了，破功破功，赶时间，来，好，我先给思思，思思要先给，思思给了吗？然后再来兰兰，再来川川，然后再来贝贝。如果喜欢我们一家七口的影片呢，请记得哦订阅、按赞和分享，拜拜。